今天跟那男教练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赵花没有病啊你？之前咱俩出去他也一直跟在后面，我是个知识分子也不明白，像你这么正派的姑娘怎么会有这种朋友？有你这样的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，你是第一个让我栽跟头的人，赵朋友